今天带你看我们 JB 市中心全装修、全家私拎包即可入住的空中 bungalow 的 Asaka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甜妹卖房。今天我再带你们回到我们 JB 市中心最奢华、最高级的公寓的 Asaka。我现在身处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单位的 private lobby 啦。今天介绍给你们这间单位哦，它是我们发展商单位来的，因为现在发展商在推出一个全装修、全家私的配套啊，所以之前的影片我讲过嘛， Asaka 其实每个单位哦，它都有 private lift 直达你的单位的，所以这一整个空间哦，是属于你私人的空间的。这样子，今天我刚才也讲到嘛，全装修，所以这一个橱柜，还有这些画，甚至小到这些灯，发展商通通都会做好好给你啊。所以你回来家里这边鞋就可以收在这一个部分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看单位里面装修的更漂亮啊。这样子一进到单位进来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哇，这里有个很漂亮的玄关处，有没有？这些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会包在里面啦、可以看到这边放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 decorations， 然后这边也是拉灯拉到非常的漂亮哦，再加上这边内有乾坤啊，一进来的时候其实这边它里面是可以进去的哦，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电房这样子的感觉啦，然后这个 powder room 也是做隐藏式的给你哦，而且 powder room 也不马虎啊，它还是装修到全部这种 marble 的感觉给你哦，所以整体感觉就是非常的高级啊，因为我们这里主打就是我们新山的高级公寓嘛， OK， 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就往内走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饭厅啦，而且前面就是我们的客厅 area， 不管是小至灯还是到大样的 sofa 家具，这些发展商都非常用心啊。这样我们现在先从最里面看出来了，这个房款的话呢，它一共是有2217个 square feet 啊，三加一房哦。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balcony 啦，可以看到这个 balcony 外面这边有一层玻璃，这边有一个铁花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折叠玻璃窗哦，所以空间来讲其实这一边哦也是非常的宽大的。有些屋主徐涵在这一边放一个小餐桌，有些人也喜欢在这边放上 yoga mat， 在这边做运动都可以啦，最重要就是你喜欢啦，而且这边就是仰望我们新山的 city view 啊，超漂亮的，有没有？再来我们往内看，像这个就是客厅的部分啦，客厅旁边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超大的落地玻璃窗哦，所以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新山的 city view， 而且全部灯开到亮亮的时候，万家灯火，整体感觉真的是很漂亮啊。然后再来我们就来到客厅的部分啦，你可以看到客厅这个超大的电视机是附送给你的，然后这个电视墙，这个是一个 stone 来的、可是它做一些marble 这样的纹路啊，全部都会包给你，超长的，有没有？这个电视墙，而且它也有附送这三个手把，全部，总之就是你看到的通通都会给到你啊。所以我觉得这间单位特别适合，就是可能你们是外国人想要来马来西亚买房产的话，不懂要去哪里找 contractor 帮你们装修，像这个包到完你们拎包就可入住，非常适合你们啊。好，然后来我们看这个餐桌的部分，发展商给到你的也不是小小张啊，桌子啊给到你非常大张的啊，这边它现在是放六张椅子啊，可是我觉得坐八到十个人都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据说这张桌子它的卖价，单单这个桌子啊，它是特别定制回来的，买这张桌子就要20多千啦，就是我们的2万多啦，而且椅子也是给到你 leather 的啦。我们再往内看，这边哦还有一个小吧台哦，然后这个椅子也是包买给你的啦。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干厨房区，干厨房区的话呢，这些啊全部都是给到你好品牌给个闹的啊，真的是用料没有再省啊，发展商。冰箱也是给到你四个门的， OK。 再来的话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湿厨房的部分啦，湿厨房的话这边是用 gas stove， 然后油烟机啊、橱柜这些通通都会做好给你。这边比较特别，它还有一个小中岛，其实这边真正的 layout 它是一个加一房来的啦，发展商就考量到现在人可能很多都没有 mat 嘛，在我们这个2000多 square feet 的单位里面，所以他们就敲掉把它做成一个开放式的空间，假设老婆在这边煮饭，老公可以在这边帮忙配菜，
菜，或者是陪陪老婆讲话这样啦。而且这些植物柜哦，全部都会做到给你非常的漂亮啊，放一些酒啊，在这边 deco 也是很不错的。然后这一个你可以理解成它是给你的佣人用，或者你要拿来给 guest 用也是 OK 啦。这个单位的话，它一共是有五个厕所的。我们再往内看的话呢，这边就有一个洗衣区，然后这两台也是会附送给你的啦。那你就可以把你衣物那些放在上面，便是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去外面的走廊的啦。可能 let's say 今天你是要煮饭，要我们需要用那个 gas 桶对吧？承包商就可以从这边送 gas 桶进来，再不然 food delivery 也是可以从这一个入口进来啦。这样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往我们单位的旁边去看啦。首先 before 我们进去房间之前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中厅哦，中厅的这些所有摆设都是会给到你的、啊、所以你这个空间你可以打造成你的 study area working area 也好，不然就是如果小朋友给小朋友在这边玩耍也是蛮不错的。再来我们就进来我们的房间的部分啦，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我觉得一踏进来就是有点在酒店的感觉啊，它弄到很漂亮很舒适啊整个。然后它的地板哦是我们实木地板来的啊，然后这边橱柜也是有给到你的。for 厕所方面的话呢，干湿分离的玻璃一定不会少给你的，有点像酒店式公寓这样啦，所以整体感觉是很漂亮的。然后再额外给你们知道一点，就是这里的单位哦都是采用 color grounding 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地砖哦全部都是大理石纹路，然后地砖跟地砖之间哦不会有那一种黑黑的水泥缝隙的，因为他们有采用特别的技术，发展商有砸钱去做，所以整体感觉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大气美观啦。一个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，主人房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啊，放了一个很大的 king size 床在这边，然后再加上这些所有床头的 deco 真的是很美很大气哦，而且旁边一样是有落地玻璃窗给到你的啦。所以住在这里，不管你是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新山的美景啊。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这一个房间的话，它给到你的衣橱是这样子推拉式的，因为有些是开门的啦，然后这衣橱全部都是做好给你了。它的厕所方面呢，一样跟之前我介绍过，它也是有浴缸的，然后浴缸泡澡也是可以看这外面的景观啦，害羞就可以把窗帘拉下来啦。然后这一边玻璃也是有，洗手台也是有给到你的啊。好嘞，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房间啦，有别于其他房间，这个房间就比较特别一点，它是用这种推拉门的设计的哦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没有这样多人住的话，这个房间我觉得你可以给你的 guest 用，或者是把它打造成 entertainment room 我都觉得很不错啦。因为这边其实是会有附送一个 sofa bed 给你的，衣橱啊这些小架子都是会给到你的啦。这边里面也是会有自带的厕所的，所以基本上来讲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个 powder room 跟还有一个后面那个 mix 的厕所啦，所以整个空间感来讲2217 square feet 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这样我基本上就介绍完你们这一个空中的 bungalow 的 Astaga 的 developer unit 了啦。这是一个3+1房款2217 square feet 的单位啦，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是还有几间单位的，特别之处就是现在发展商推出一个特别费套，像是律师费啊，甚至是到装修，然后还有就是家具，这些通通都包给你啊。或者是讲说今天你不喜欢这些家具，不喜欢这些装修，你要自己装修也可以。如果你是买空的单位的话，这样发展商就会额外给你一些回扣啦。如果你有兴趣想约我来线下看这些单位，再不然的话你有在找新安任其他产业，或者是讲你有新山产业想要委托出租与出售的话，欢迎随时联系我，我是甜妹，我们下期见。